网易体育9月14日报道，日前权威媒体体育画报也排出了新赛季联盟球星的排名情况。他们今天所公布的是最受关注的排名1到10位的球星名次。根据排名，勒布朗、杜兰特、库里以及哈登四大超级巨星位居前4的位置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莱纳德并没有入选前十。一，勒布朗詹姆斯过去6年，勒布朗在这份榜单都高居榜首位置。勒布朗在球场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，但毫无疑问，他依然是当今联盟最杰出、最有价值的球员。这个夏天，他离开骑士，与湖人签订了一份4年 1.54 亿美元的合同，震惊了整个联盟。上赛季33岁的勒布朗职业生涯第一次打满82场常规赛，场均 27.5 分 8.6 篮板 9.1 助攻的数据也依旧全能。二，杜兰特因为离开雷霆转投勇士，杜兰特被贴上了背叛者的标签。尽管过去两年他两次夺得总冠军，两次当选为 MVP， 但他仍在努力撕掉这些所谓的标签。2017-18 赛季，杜兰特场均贡献 26.4 分 6.8 篮板 5.4 助攻。三，库里是这支伟大的金州勇士队的绝对核心。如果不是库里，杜兰特不会加盟勇士。正是库里所建立的勇士文化吸引了杜兰特，也正是库里的大度接纳杜兰特，才促成了这笔交易。2017-18 赛季，库里场均贡献26.4 分 5.1 篮板 6.1 助攻。四，哈登已经成长为联盟最强得分手之一。他可以用极具效率的三分球、突破上篮以及三分球来取分。上赛季的哈登得分联盟第一，效率值联盟第一，赢球贡献值联盟第一，罚球数联盟第一，三分命中联盟第一，最终荣膺 MVP。 在哈登带领下，火箭队也创造了65胜的队史最佳战绩。排在第5到第10的球星依次是安东尼·戴维斯、阿特托昆博、维斯布鲁克、克里斯·保罗、阿比德以及吉米·巴特勒。排名第11-20位的球星依次是保罗·乔治、莱纳德、德拉蒙德·格林、戈伯特、利拉德、霍福德、厄文、约基奇、唐斯以及奥拉迪波。排名第21-30的球星依次是阿尔德里奇、克莱·汤普森、洛里·沃尔、海沃德、本·西蒙斯、比尔·米德尔顿、库勒迪以及德罗赞。